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区新闻广场，我是主持人小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两天在海峡两岸文博会上，东方茶席、 IP 授权大会、古玩鉴宝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大家收获颇多。稍后我们继续带您逛文博会。今天起我们推出走向蓝海系列报道，首先来看一看厦门的海洋产业是如何壮大发展的。共享单车调查后续，多家企业暂停新车投放，精细化管理共享单车。今天清晨，一艘渔船在汕头附近海域沉没，六名船员被困，东海第二飞行队前往营救。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继续来关注第十届海峡两岸文博会。两天来，文博会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说是亮点多，人气旺。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带您到这些活动的现场去感受一下。今天恰逢周末，不少市民来到会展中心和文博会各分会场，感受文化的魅力。在上午举行的东方茶席大赛上，四十位来自海峡两岸的茶艺师带来了各具特色、精美雅致的茶席设计。第一届东方茶席大赛金奖得主唐文晶现场进行茶艺表演，从静态到动态，全方位探究茶之美。茶不只是茶，茶也是生活，它也是美学。我们希望在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一直下来以后，把茶的生活、茶的美学更发扬。这两天 IP 授权大会也在会展中心举行。 IP 是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来自两岸的博物馆和动漫游戏公司的负责人推介了各自的代表 IP。南京博物馆将精品 IP 打造为精美的丝巾、笔记本、团扇等，让平时与大众距离较远的文物以各种生动接地气的方式走进生活。而来自厦门的本土动漫形象厦门猫则是今年迅速走红的 IP。 厦门猫的形象或被制作为公仔、 U 盘或印刷在笔记本上，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爱。而在文博会分会场厦门古玩城、海峡两岸古玩艺术精品交易会、古玩鉴宝活动等也吸引了许多古玩爱好者参加。其中交易会共设60个展位，展出上千件藏品。现场杨石、李学伟等5位鉴定专家还分瓷器、玉器、书画和杂项4个类别为爱好者鉴定古玩。这次来我们这个活动就是为了我爷爷然后留的东西，然后过来鉴定一下。那我们今年请了这个5位专家来，对他们来说学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也认清了自己收藏的一些理念和收藏价值。昨晚2017中国好设计奖颁奖盛典在小白鹿艺术中心举行。在本赛季的3341件注册参赛作品中，共有620件优秀作品提名，获得角逐大奖的机会。其中14件作品获金奖，24件作品获优胜奖，114件作品获荣誉奖。今年的参赛作品整体设计实力普遍提高，涌现出了一批设计新力量。600多件提名与获奖作品将在会展中心展出。昨天下午，第三届两岸印象季在集美开幕，发布了2017厦门影视旅游地图，内含厦门最知名的30个影视剧拍摄取景地简介，分为时尚都市、青春校园、闽南风情、刑侦特技、明星综艺等5大线路。此外，目前幕后中国影视美术作品展也在集美及影视文创园展出。未来希望把这个中国影视美术展、影视美术的一个年度评奖啊、评审啊，能够落户厦门，进一步呢，给我们厦门的那个影视后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本台记者报道。昨天，2017厦门国际海洋周拉开帷幕。今年海洋周的主题是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共同推进蓝色经济发展。从今天起，我们栏目将围绕这一主题推出走向蓝海系列报道，总结厦门在海洋治理和蓝色经济上的成果，展望今后的发展前景。这些年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厦门海洋产业发展得怎么样，如何海陆统筹开创厦门模式。今天的走向蓝海系列报道就让记者带您到海洋科技转化洽谈会上去寻找答案。
在上午的海洋科技转化洽谈会现场，厦门蓝湾科技公司带来的新产品牙膏和氨糖酸保健品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您知道吗？这些产品可都是从丢弃的虾蟹壳中提炼出来的。这些年，他们利用国内首创技术，从中提取了价值千万元一吨的高纯硫酸氨糖，并生产出可以治疗关节炎以及调节血脂血压的系列保健品。目前，产品已经在全国300多个城市销售。2012年，这家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建起了自己的生产厂区，从2012年至今，产值翻了2倍，新增产值达到数亿元。现在，他们也已开始进军国外市场。这个牙膏和氨糖霜是我们最近几年才推出的，那我们可能后续还会再陆续推出海洋成分的，就是日化产品呢和保健食品。因为陆地的资源我们已经开发差不多了，海洋的资源我们还在不断的在研究、在开发，然后再应用。在本土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一些国外企业也看中了厦门的蓝色市场。洽谈会上，厄瓜多尔的一家企业就与我是一家育苗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方将国际先进的对虾基因选育技术引进我市这家企业，将通过基因改良等技术提升对虾的品质。我想把我们的经验引用到中国来，因为中国种虾进口受制于国外，中国种虾多样化很欠缺。我想帮助中国种虾基因的多样化选育，使中国的种虾能和国外达到相同的水平。据了解，从2012年开始，我市就加大了海洋经济的扶持力度，每年设立1亿元的专项资金，对我市相关企业和项目进行补助。如今已经扶持100多个项目。我市的海洋经济产业已经转型升级，海洋生物医药制品、海工装备制造、滨海高端旅游等一批高新产业逐步在壮大。目前我市海洋总产值达到2000多亿元，其中海洋高新产业附加值就达到540多亿元。相关人士表示，高新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厦门的海洋经济实力，也为与世界接轨夯实了基础。未来厦门要发展蓝色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我们的厦门的海域面积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资源节行和用地节行的这个产业高新技术转化方面，我们发挥我们院校这个我们研究机构比较密集、人才比较众多的优势，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不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在本届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洽谈会上，我们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跟海洋有关的产品和项目落地。我们同时也留意到了，在党的19大报告当中提出要坚持海陆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在未来，陆地经济与海洋经济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海陆统筹必将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而海和陆如何做到统筹，又如何做到可持续绿色发展呢？这不仅仅是一个理念，更是一个挑战。记者熊伟、王汉阳，海洋周现场报道。我们接着来看，今天下午，2017厦门国际风筝节在观音山黄金沙滩开幕，无与伦比的风筝盛宴再次上演。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不少人都放过风筝，希望风筝飞得越高越好。不过眼前这组运动风筝比的不是飞得高，而是如何飞得巧。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这8只风筝做出代表厦门的 XM 字母造型，甚至还编队跳起了空中芭蕾。这支特技大编队是由来自新加坡、法国、德国等5个国家的8名风筝运动员临时组成的。队伍中最小的运动员是来自新加坡、今年刚满12岁的叶永爵，别看他年龄小，记忆却丝毫不差。我觉得风会一点点太大，手会一点痛，但是还好。来自法国的，可以控制住是吗？运动员非常表演。今年正值厦门国际风筝节10周年庆，主办方请来了法国顶级风筝手理查德表演特技风筝。虽然现场风力超强，理查德也能稳定地控制风筝起落翻身，引得周围群众阵阵欢呼。觉得他很厉害，而且放这种特技风筝特别特别的累，他要跑来跑去，需要用臂力，而且还必须迎风飞。本次风筝节共有来自11国家和地区超过30支风筝队参加，明天还有更精彩的特技表演，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到现场一睹为快。记者玉博飞、黄超报道。
昨天下午，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海洋知识竞赛电视总决赛在厦门广电中心演播厅举行。来自厦门大学的两名学生分别包揽了冠亚军，其中前三名选手还分别获得了前往南极、北极和大洋洲参加科学考察的资格。开始，请问我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三个考察站是中山站，对吗？错。回答正确。本届竞赛以学知识爱海洋为主题，于今年七月启动，来自全国各地数万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近半年角逐，十名选手突破重围晋级总决赛。决赛中，选手们在快答60秒、抢占先机、险中求胜和巅峰对决四个环节中展开角逐，最终来自厦门大学海洋系的两名女选手包揽了冠亚军。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然后加深对海洋的了解。我希望北极环境保护能够加强，然后我也希望以后能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据了解，全国大学生海洋知识竞赛已经举办10年，主办方希望通过竞赛全方位地展示海洋的科学、自然、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海洋、保护海洋。记者玉博飞、吴国豪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共享单车。在近一周的时间里，我们栏目对全市的共享单车的现状进行了持续调查，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更好地管控数量庞大的共享单车，目前包括 OFO、摩拜在内的多家运营企业已经表示暂停在厦门新增投放车辆的计划。在暂停投放之后，当前大量共享单车扎堆停放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单车企业的想法。在过去的一周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发现大量堆积停放的共享单车呢，已经是给市民的正常出行呢造成了影响。而我也是先后咨询了多家共享单车企业，他们表示他们已经暂停了厦门区域内的共享单车的投放，接下来呢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原有的共享单车的维护和管理之上。通过这个用户的渠道，或者是我们自己也自建了一个反馈渠道嘛，包括说我们也会设立很多这种共享单车停车点，这样子去引导大家，以及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线下人员看到这种不文明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去第一方面可能是去劝阻，然后并且帮助他这个在用车方面的去停嘛。未来我们将会不断探索和开发创新的技术和模式，结合特有的大数据平台，帮助分析非机动车停放点的设置，为完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提供更为合理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为了更好地将共享单车管起来，摩拜单车方面表示，接下来将联合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设置更多摩拜单车建议停车点。而从本月起， OFO 单车将率先在我市开始试点电子围栏技术，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规范使用者的乱停放行为。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区域，对吧，画下一个网格或者画下一个片区，那么他们只有周围用户只有到这个片区内才能锁车，不然的话会一直扣费。据统计，截止到目前为止，进驻我市的共享单车品牌已达7个，共享单车数量已突破25万辆。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单车企业想要在竞争之中占得一席之地，在厦门继续良性的发展，对现有的单车运营和管理就必须要精细化。可以说是到了共享单车一个发展的一个拐点。共享单车的发展呢，现在已经要摆脱过去以数量取胜的这种方式了，现在要转为以质量取胜的方式，在一些网点上面有配置更多的服务人员或者进行检修车辆规范停车啦，包括已经进行网点那个车辆数量的调整，那么这种车辆在市场的生长或者是发展都比较有更有前景。记者肖欣、杨仁杰报道。说完了共享单车的乱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超速、逆向行驶等乱象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这些不文明甚至违法的交通行为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记者从市交警支队了解到，从本月开始一直到年底，市交警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上午9点半，在吕岭路金山路口，连前交警中队的民警正对违法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展开整治。不到一个小时，共有21辆违法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被查扣。吕岭路金山路口并不是电动自行车禁行区，但是电动自行车却因为无牌上路、在机动车道通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被交警查处，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无牌上路行驶。
我上完牌了还让不让我骑？不是这样，现在的话就是不允许上牌了。交警表示，目前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大多是一些送餐员、快递员，往往都没有购买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但为事故追责带来很大难度，也很容易引发赔偿纠纷。特别是这个送快递啊，还有这个外卖的这些电动车，还有一个是没有按规定去上牌，二一个是经常会违反信号灯啊，还有在道路上逆行，那个穿插道路。据了解，今年1月1号至10月31号，我市一共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11.6万起，其中查处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3.97万起，闯红灯764起，违反规定载人5115起，逆向行驶820起，闯禁行区1.4万起，主要违法者为送餐员、快递员。交警表示，对于电动自行车违法进入禁行区，包括快速路、四桥一隧行驶，将被处以200元罚款。电动自行车若是在机动车道上逆行，将被处以200元罚款，并可扣留车辆。如果是无牌电动车上路行驶的，还将面临更严厉的处罚。啊，你如果没有完备的这手机上牌，是会被查处的啊，也是违法，首先是违法了，然后他肯定会被查处。二一个，要走这个非机动车道啊，然后那个保持这个匀速的行驶，千万不要去抢道啊，不要去这个违反这个信号灯的规定啊，更不能违规载人载货。记者闲云、段志伟报道。下一节你还将看到一名男子夜色下砸车窗盗窃，民警调监控将他抓获。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市阳城控制考评组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五原湾盗版美舍临街处有一处空地存在突出的扬尘隐患。今天的市容巡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五原湾盗版美舍路段正在进行地铁施工，但施工并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倒是工地旁边的一处空地呈现出了如此脏乱尸馆的景象。沿五原湾道的人行道处，我们能看到大堆渣土临街堆放，局部已经污染到了人行道面。空地内堆放了大量的砂石建材和成片成山的渣土，并有多辆土方车停靠在内。空地地面全都是裸露的黄土地，遍布浮尘，与五原湾道相接的开口上可见明显带出的黄土污染。从属地金山街道方面，我们了解到这地块为版美社的已征地，目前由湖里国投负责管理。考评人希望问题能够引起地块责任单位的重视，尽快采取措施消除扬尘隐患。记者刘欧华报道。今天清晨时分，在汕头附近海域，一艘渔船沉没，6名船员被困海上，急需空中力量救援。清晨6:30，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接到救助任务，在汕头南鹏列岛附近海域，一艘渔船正在下沉，船上一共有6名船员。7点整 ，B-7328救助直升机从高崎机场起飞，赶往事发海域。7点54分，救援机组到达事发海域展开搜救，而此时遇险船舶已经沉没。经过20分钟的搜寻，机组发现有4名穿着救生衣的船员正漂浮在海面上后，随即展开调运救助工作。一名救生员下降到海面上，逐个将船员们带上直升机。不幸的是，一名船员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经过与被救船员沟通，救援人员了解到还有2名船员仍未获救。随后机组扩大搜寻范围，20分钟后机组在海面上发现一艘救生筏，并成功救起另外2名船员。上午9:30，直升机组安全返回高崎机场。记者闲云、特约记者傅正义报道。凌晨10分，一名男子专挑偏僻路段砸车窗实施盗窃，他本以为夜色可以帮他掩饰罪行，然而海沧警方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监控，很快识破了他的身份，案发第二天就将他抓捕归案。监控画面显示，10月10号凌晨5点多，在新安村的一条巷子里，一名男子走到一辆面包车旁，四周张望了一番后，他掏出手电筒向车内照了照，紧接着来到车辆的左侧，并消失在监控中。几分钟后，男子走了出来，沿着来时的路返回。这时，男子手上多了一个夹包。
10月10号早上，新阳派出所连续接到3起砸车窗盗窃警情。通过调取这些案发现场的监控，民警发现一名男子的身影十分眼熟，初步判断这3起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就通过案发现场的监控哈，那看锁定了这名嫌疑人，因为这名嫌疑人的长相哈，然后是我们之前一个有前科的那个人员，那我们通过监控拓展，通过我们的这个研判，在作案周边地块把这个小偷给抓到。经查，嫌疑人李某来自湖北，3个月前才释放出来，由于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又干起了砸车窗盗窃的勾当。经审讯，李某交代了10月10号连续盗窃3辆车的犯罪事实。他作案一般会选择一些偏僻路段，那他会先用这个手电筒在车里面搜寻一番，如果看到车里面有贵重财物，那他就会用手中的锤子或者砖头把车窗给砸开。作案手法比较简单，比较粗暴。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记者玉博飞、杨仁杰，特约记者林景报道。广告之后我们来共同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监测结果显示，今天评价我市空气质量的6项污染物指标中，臭氧 PM10 和 PM2.5 浓度达到良级标准，其余达到优级标准。到了晚上7点，我市空气质量指数是81，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 PM10。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我们来认识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他用40年的时间种植了50000棵树。83岁的老爷爷安东尼奥花了40年的时间种出了一片森林，让断绝已久的水源重新出现，吸引了各式各样的动物栖息。安东尼奥从小到大生长在巴西圣保罗的郊区，那个时候政府提倡开垦发展农业，因此有好几片森林区域被彻底的剥夺，没了森林就没有了溪流，甚至连动物也渐渐在消失。目睹这幕的安东尼奥觉得心痛，于是打算尽自己的力量把失去的树木一棵棵种回来。1973年，安东尼奥返回家乡，拿出所有的积蓄买下了一片31公顷的土地。当时这片土地被用来放牧以及发展农业，几乎是一片平坦荒芜。而周边的邻居听到安东尼奥准备在这里种树的时候，更是笑他疯了。但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砍伐森林的代价是任何经济作物也弥补不了的。在他的努力下，这片荒芜的土地开始长出一棵棵树苗，溪流也渐渐回来，连许久不见的动物也慢慢的回来栖息。在过去40多年来，他已经种下了大约50000棵树。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预计明日我市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到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近日，下岗街道沙坡尾工作坊面向社会招募沙坡尾志愿讲解员和文明志愿者，招聘活动反响如何？沙坡尾这个古老的港口如何打造成活态博物馆呢？欢迎您收看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感谢您收看，再见。